是不管碰到任何的问题或困难的话，我觉得是可以去 clear 掉这些 obstacle 的。前面星期乱七八糟，真的是太好了，没想到我真的还能够做唱片。不要笑，他是认真的，我要出唱片，我要打倒那个什么鹅。我没有讲啊，你要夸张一点。这个 MV 一定很精彩，导演加了很多东西，因为不是他做，一定是我们做，所以他就一直加，但是我相信他。喂，小康老师，谢谢所有的媒体朋友出席，也谢谢所有人来支持国王大哥。不要这样讲啦，也是来支持你的啦，不要这样讲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宝。我很常会乱讲话，然后第一次出席这样子活动，所以大家如果乱讲话，媒体就不要乱写，不要乱写。对，就是最好是不要写啦。通常讲不要乱写，就是要乱写。而且我觉得现在这个景很奇怪，就是大家的脚都可以动地自活动。对，没有办法，对不对？阿宝这种东西用自己 Q 的，知道吗？没有人会发现。先讲一下，因为国王大哥，我看到这个稿的时候是写说国王大哥的首支歌曲，对。可是我从小看你演戏长大，对，以前就很多歌啦，几个超啊，几调，你看，对啊，那种少年英雄啊，那些都是来做一杯酒，都是在电影里面的一些插曲，对。但是一般上都是比较写实的，嗯。然后再加上说，没有跳舞之类的，哦，啊，所以那些，然后最重要的都是因为当时那些电影公司都没有钱叫人家写，所以就自己写自己唱，才会比较不露完全。但是这一次的这首 MV 呢，第一我是想挑战一下，因为我们的这个老板 Andy 他说他有这样的一个产品，然后他想说，叫我看要怎么做。那我就觉得说，一般上如果我们拍广告的话，就是可能不会吸引人家去看，嗯，对不对？人家一看就哦，这个就是广告。我说你敢不敢做一样，就是逆方向的一个做法，逆性操作。对，就是说整首歌里面就是不看到你的产品，真的是一个产品都没有看到。连然后以唱跳的方式，因为我本身真的是很想挑战唱跳这样的一种表演。我以为你说你很想去披荆斩棘的哥哥。没有，那种还是小 case 啊。那这个可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说，为什么那些我们你看我的节目长大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也是看那个什么陈小春的节目长大。哦。所以我是看到，他们这班怎么讲，就是前辈，他们都可以做得到，那我也想试一下看做得到啊。哦。那特别是乘风破浪的姐姐，我们真的看到已经很多是阿姨了，还叫自己是姐姐，都做得到。那我想我们这些叔叔也应该做得到。可以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我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那还好，Andy 老板他本身也觉得说，他也是喜欢这样的一种做法跟风格来带出他的这个产品。所以我就一拍即合。嗯。